就对我母妃的遗体如何处置了？一个死了十多年的人，离开了水晶棺，当然无法保存。娘娘起床更衣了。太监，我抱着这个男人，晚上偷偷摸摸的从花园里叫进来。鲁王妃对黎王有二心，便可对南朝有二心，还如何能够立功处事？民女自请上堂指证，还请诸位大人听我一言。胡勇，你会相信我的对吧？将此。 贵妃打入大牢，我们都是同样出身的，凭什么你当公主，我当婢女？《折翼之周五》晚间11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白发皇妃》。